魔术师，终于解封了！解析大神，封印。为什么要封印？魔术师打法太过吊诡，队员都跟不上，王杰西只能做出跳转。为团队而牺牲吗？ 不只是牺牲，还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个人风格是一种潜意识的本能，职业圈中敢于改变的选手很少，尝试过的也大多失败了。尤其像王希希这样，个人风格强烈的选手，贸然改变，更容易丧失自我，陷入混乱。幸亏的实力足够强悍，冒这么大风险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荣耀。 为了总冠军。